Chinese actor and director Deng Chao joins the jury panel at SIF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Deng was crowned Best Actor for his performance in crime thriller The Dead End at SIFF's coveted Golden Goblet Award in 2015. And in 2020, he joined the country's veteran directors in My People, My Homeland, which has won critical acclaim. We talked to Deng about his directorial experience and what he looks for in judging.当时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忐忑不安。我觉得首先是个殊荣，我觉得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个项目，然后又是陕西这个板块，然后又是用喜剧的一个方式，来说一个关于我们这个脱贫攻坚战的这样的一个伟大事业，所以你开始确实是压力非常非常大，你有一种，我从哪入手呢？后来我跟白梅，我们觉得首先得从真实的人物和时间，这也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真正在那片土地做下的事情，比如说是他治沙的，然后种沙地苹果，那么大的一个面积，然后现在真的是变绿洲，就我们拍摄的时候是非常困难，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拍的那个风沙的那个地方，我们是后来用CG去做的延展。去到那儿，你就会觉得，我们前辈做的那些事情是多么的伟大。现在包括那个最后那个乔树林那个镜头，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就是我跟大师姐顶完之后，然后看到台上那个镜头轻轻的摇过去，那边都是真实的。 治沙英雄，然后还有我们的沙地苹果的种植者，还有我们的在那边继续教书的老师们，都是他们亲自出演的。我觉得说太多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就得做，就像我自己一样，就是你必须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去做。 任何形式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它都是来源于现实当中的一个影射。电影是现实的比喻，它如果没有关系，它和观众会断了那个联系。